Hallelujah， 讚美主，讚美耶穌。今天呢，我想分享呢，就是我的腰骨痛和頸，因為我呢就做了兩次手術，椎間盤突出，咁就揸咗兩年拐，做完手術失敗了，揸咗兩年拐杖，咁就喺好絕望嘅時候咧，就信咗神。咁但係嗰個做完手術嘅後遺症咧，就係、是頸椎歪、腰椎歪同埋痛症即係纏住自己。咁骨科醫生同我講就係、是、嗰、那個痛咧係呢一個記憶嚟嘅，永遠都痛噶啦，咁要自己接受。咁但係呢個痛就纏繞咗我咁十幾年啦。咁你記唔記得幾多年啊？咁樣即係係邊一年開始啊？我2001做手術嘅，咁即係到而家咧，即係十二年啦，十二年啦，已經十二年嘅痛症纏住自己啦。咁自己已經接受噶啦，接受咗自己係一個長期痛症嘅人嚟噶啦。你可以形容緊痛嘅程度啊？痛係即係要咧，要攞個手踭咧，坐落嗰條腰椎腰骨嗰個手術位咧，坐到起碼坐，如果找先生幫我按摩或者找人按摩咧，坐落去咧，坐一個鐘頭，坐喺嗰個位置要好大力咧，我先會止到痛咯，舒服咯。咁坐完之後，隔咗幾個鐘頭或者一晚咧，又會繼續痛翻啦。咁頸，你嗰度係有螺絲嘅係咪？你話係啊，有兩個。你點解嗰個螺絲喺度做咩嘢咧？點解？嗰兩個螺絲係因為我第一次手術嗰、那個攞咗一嚿出嚟，咁呢度就空檔咗。即係攞咗一嚿架，係啦，冇咗嗰個脊椎出嚟，少咗一嚿。少咗嚿，咁其實第一次就希望佢自己生，但係生唔到，咁就抬兩個 BB 咧，就上下就喺度壓住，就壓到霉爛爛啊嚿骨。咁第二次手術就將兩個螺絲晾起去，希望唔好再壓落嚟。咁你就話螺絲個位嗰度就係痛嘅位置啊？就係、是、開刀嗰個螺絲位嘅嗰個痛咯，同埋刀口痛咯。咁但係成條脊椎同頸椎就因為做完手術之後嘅。的後遺症呢，總之由朝到晚都痛㗎啦，即係冤啊赤啊，要按到好大力先止到痛咯。係。咁同埋可能因為做完手術啲血氣唔好啦，咁又風濕啊、周身痛啊咁，咁後嚟我認識咗神之後，即係創造天地嘅真神，認識耶穌。係啊，我靠咗神咧就。試過祈禱是有醫治的，醫治到的。咁但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可能後屘追溯到自己，原來我爸爸拜邪靈，我爸爸學神打，大哥學神打，二哥三哥又玩神打。咁於是乎咧，佢哋拜乜嘢啊？可唔可以講出拜乜嘢啊？關公啊，係關公同埋孫悟空。我見過佢哋孫悟空上身啊！細個嗰陣時，咁同埋你爸係拜乜嘢？我爸係嗰啲六壬啊，六壬即係攞把刀斬肚嗰啲，食符水啊嗰啲咁。O K。咁但係我知道，因為我爸爸就喺2005年生癌症走咗，我二哥就喺我18歲嘅時候因交通意外死咗，我三哥喺2006年因為中風。死了又走了，咁到我而家大哥又生腸癌，咁我一家六口其實已經有三個離開咗世界，咁啊有一個哥哥，最後一個哥哥就病啦，咁加埋我爸爸媽媽就一早已經係離婚，嗌交啊，離咗婚啊，咁我媽媽自己一個獨居啊咁，咁其實我睇到屋企好多咒助就係、是。咁即係我知，原來我先知道，原來我哋拜咁多邪靈偶像咧，佢而家要攞曬我屋企嘅每一個成員嘅生命。咁直至到我覺得係得我有拯救，雖然我條腰骨喺未信嘅時候，佢都想攞埋我。但係當我喺要揸緊拐杖嘅時候咧，我去尋求神嘅時候，我認識咗神咧，我就可以斬斷咗依個咒助。咁神就開始喺度拯救我。咁我喺由信神到而家依三四年裏面，我生活得好平安。第一，我冇好似我啲哥哥咁樣生癌症啦，冇離開世界啦。我嫁咗個好錫我嘅先生，又我依幾年淨係全職咁樣照顧小朋友，休養自己條腰骨啦。咁依個都係神嘅好嘅祝福。咁同埋因為我感覺到神對我
咁多祝福，同埋幫我斬斷咗呢個咒詛，藉著神信咗神斬斷咗咒詛咧，我願意真係好願意，好甘心樂意去委身去侍奉神。咁因為我覺得如果再唔去侍奉神，真係好對唔住神，佢依咁多年去俾我嘅恩惠。咁咁你講下呢個醫治，你今日祈禱嘅醫治，你嗰種情況係點啊？好開心啊！因為咧，其實葉牧師同我祈禱。我已經不如你由三個禮拜之前嗰時講起啊！三個禮拜就我喺 YouTube 嗰度咁樣去揾葉牧師，咁其實已經好難，都冇緣分去接觸到葉牧師。咁有一次我喺一個簡恩站牧師嘅報道會咧，我就見到葉牧師，我就好主動咁樣揾拍葉牧師嘅膊頭，我好想認識佢。咁葉牧師又好 nice 咁樣俾咗張卡片我我就開始同阿葉牧師有聯絡。咁啊，葉牧師又好 nice 咁樣去邀請我哋去佢嘅祈禱會。咁跟住喺嗰晚咧，葉牧師，因為我好想揾葉牧師，我唔知點解我好想，因為我睇咗好多 YouTube， 葉牧師喺個 YouTube 裏邊有邪靈嘅醫治，有治病嘅醫治，我見到好多，所以我好想揾葉牧師為我祝福，為我祈禱。我知道我的痛症咧，葉牧師會幫到我。我唔知點解。係耶穌幫到我，耶穌幫到我。咁我只係咧將你帶到耶穌嗰度。係啊，咁但係神好似都引領我去揾阿葉牧師啦。咁我真係好開心見到葉牧師，咁啊就將我個情況講俾葉牧師聽。咁當晚葉牧師為我祝福，為我祈禱。我一祈禱，我嘅人就我嘅頸痛同我條腰痛就喺葉牧師嘅祈禱裏邊神。聖靈充滿我，就不停咁樣搖搖咗四五個字，我自己都停唔到。咁但係停咗之後咧，我發覺我全部痛冇曬。我有個姊妹話俾我聽，我塊面發曬光啊，好開心，好喜樂。我連第二日，跟住我第二日我翻到屋企，好開心話俾我先生聽。跟住第二朝我自己行緊街都自己笑啊，即係因為冇痛嗰種喜樂咧。我諗好多人係感受唔到冇痛嗰種喜樂，因為有痛咧個心情好差，成日發脾氣。好容易敏感痛症纏繞，但係嗰日冇痛咧，個人真係咩都冇曬，好開心，未試過咁開心。除咗冇痛嗰種開心，裡面有冇一種感受，一種裡面湧出嚟嘅喜樂啊？有喎，唔知點解會自己會喜樂，即係可能就係冇痛，同埋好似神嘅祝福，同埋我感受到咧，之前我有邪靈嘅攪擾啦，我自己都因為一次醫治咧，我感受到有嗰啲邪靈啊，咁但係。嗰日祈完禱之後咧，我感覺到我已經冇曬邪靈啦，我先至會冇痛咯。咁同埋嗰陣時即係會驚啊，要恐懼嘅。但係嗰次葉牧師為我祝福，我完全冇恐懼，冇曬恐懼，所有恐懼走曬。以後即係我好驚祈禱，因為我祈禱一就會，我會感覺到邪靈又喺我身邊出現。但係今次嘅祈禱我好開心啊，四個字不停咁搖都冇邪靈。咁我知道自己好開心，好潔淨。好有神的祝福，好有聖靈的帶動。於是乎我由那天開始就朝朝都去仰望神，朝朝敬拜神，讚美主，去看聖經。但是你先生都見到你這個改變是吧？我先生見到我改變，他不信神的，他不信耶穌的。但是呢到我那晚葉牧師為我祈禱，我沒有痛回到家呢，他見到我的樣子真的很喜樂，而且樣子黃淡淡變了，很白啊。咁佢就佢就有一半信啊，因為佢見到我唔係，因為我之前個樣係苦埋塊面，因為痛個樣咧係咁嘅揦住嘅，但係嗰日冇痛個樣咧，好開心佢，所以佢都已經有一半信嘅。跟住之後就每一日都佢都有疑問問我痛唔痛啊，痛唔痛啊咁，好質疑啊，有少質疑，有少懷疑啦。咁我話我真係冇痛啊，你打嚟我問我頸痛唔痛，腰痛唔痛，背痛唔痛，我冇痛啊，好開心啊！有時我喺街市買緊餸。冇痛咧，我都會 send 個短信俾佢聽，完全冇痛楚喎，話俾佢聽。咁我就問佢：你信唔信耶穌？咁我先生就話：我睇耐啲，等你個痛症真係冇曬先咁樣。咁所以早幾日咧就有輕微嘅痛啦。咁本應得翻5%，由100%去到5%，但係前幾日咧就由5%去翻10%至15%。咁我開始覺得，咦？點解會痛翻嘅？同埋唔通自己因為感冒啦、感冒病啊嗰啲咁樣？但係今日葉牧師同我祈完禱咧，我又比上次更加聖靈充滿啦。咁
我完全冇曬痛啊！而家好開心，哈利路亞讚美主，感謝耶穌，讚美耶穌啊！我希望依個冇痛咧，一路維持到永永遠遠啊！係啦，永永遠遠。感謝耶穌。咁因為咧，亦都係醫治咧，好多時我哋本身要保持同神有密切關係啦，處理一切嘅罪啦，同埋情緒啦，就唔好讓任何啲嘢影響我哋，因為。耶穌都講過說話，同一個人醫好之後，他說你不要犯罪，免得你遭遇得比以前更加厲害，所以我們更加處理生命，因為神的醫治有不同的，有些呢是、有全全的醫治，有些是逐漸的醫治，有些呢是醫治之後呢，如果他有些軟弱、那些、疾病又會回來的，但是無論如何，總之有醫治是不是都是很好啊？是啊，都感謝神啊，神藉著我去幫助更多 有疾病、有痛症、有腰痛的人，即希望 我呢，以前我是相信醫生所說的說話的，當你這個痛症已經是記憶體呢，一世都是痛的，但是呢自從我這兩次祈禱呢，我不信他，我不信醫生說的話、原來我真的信神可以醫治到痛症的，不用藥物的，是感謝耶穌，感謝耶穌、其實你都亦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文件，係咪？即係記錄咗你嘅痛楚。你又講到一個月之前，你話曾經醫生講過你判你嘅情況係點樣樣話？兩個月之前咧，我試過喺牀度突然間朝頭早喐唔到，咁直情一喐唔到，直起都起唔到身，坐都坐唔到。咁我先生就一步一步慢慢扶我去醫院。咁我去到將軍澳醫院咧，就要打兩支止痛針，第一支。都喐唔到，第二支先喐到，喐到咧，咁開始鬆翻啦，嗰啲同即係個減少咗，喐行得翻，行到之後咧，醫生就照 X-ray， 即係嗰日喺將軍醫院急症嗰度照咗張 X 光，佢就話我粒螺絲有機會係鬆咗出嚟，咁嗰陣時就喊啦，好驚！如果螺絲鬆咗咧，因為又要再開刀，又要攞粒螺絲出嚟，又要再傷過落去咧，我知道好大件事啊！有排都起唔到身，仲要照顧小朋友咧，即係好恐懼啊，好彷徨，唔知點算好。咁後嚟即刻揾傳道話祈禱，咁平靜咗個人，跟住醫生再見骨科醫生嘅時候就再照咗，就話冇螺絲鬆，但係咧因為佢話我嘅情況咧，佢就即係話我行唔到，坐唔到，唔坐得耐，企唔得耐。就批咗我一個傷殘嘅津貼咯，即係佢證明我係一個傷殘人士咯，咁所以我而家係攞緊傷殘金嘅，同埋搭地鐵有$2嘅啫。咁所以其實你好翻，你可以話俾佢聽，你話我而家唔需要啦。係啊。係啊，你可以話俾佢聽，我而家唔需要啦。係啊，多謝耶穌。O、okay. K， 我想你形容一下你嘅首先第一樣嘢，你係曾經拜過咩偶像嘅意思？我拜過。我咩都拜嘅嗰陣時，因為跟媽媽拜我又拜咯。係拜過乜嘢啊？拜關公、觀音，好誠心，朝朝都斟茶裝香，早晚都要裝香斟茶。咁啊又洗杯咯，要朝都好乾淨啊，幫啲神洗杯。拜屋企就係拜依兩個咯，地主啊、祖先啊、祖君啊，即係要一齊裝嘅，裝曬屋企嘅。嗰陣時我哋住，即係同媽媽住嗰陣時，未嫁嗰陣時。咁同埋有見到黃大仙就拜黃大仙咯，見到濟公就拜濟公咯。咁你發覺喺嗰陣時你嘅心情啊，或者各樣嘢點，同埋你信耶穌之後又點樣樣咧個人？嗰陣時就已經都好多痛症噶啦，即係未做手術，但係周身痛，同埋成日病啊，好冇喜樂嘅，好唔開心嘅，同埋嗰陣時好困擾好多那段時間好容易發脾氣啊，好嬲怒人啊，好憎恨人啊，感情咧，啲愛情咧好亂弄嘅。咁但係信咗耶穌咧，完全好似同埋嗰陣時未信耶穌，成日都去玩啊，好曳啊。但係信咗耶穌咧，就360度轉變咗，加埋條腰骨又整到，即係。咁所有嘢都360度轉變曬，咁個人好平和，好平安，喜樂，又個人斯文咗啊，同埋冇咁多雜念啦，同埋會追求神咯，因為知道神裏邊嘅説話
會遵守佢咯，會遵從佢咯，想尋求神，因為我知道神先救到我同埋我嘅先生、我小朋友，因為我嘅以前嘅拜偶像，嗰啲偶像係逐個逐個攞我嘅家個屋企人走，我好驚佢攞我走，好驚佢攞我先生走，好驚佢搞我嗰啲仔，咁所以我就好追求神，希望喺呢一刻斬斷佢，唔好再搞我屋企人咯。咁咧就。後來有人跟你趕邪靈啦，就係咪趕嗰啲你拜過嗰啲邪靈啊？我唔知係咪嗰啲，但係嗰一日我未見過，亦都未睇過，我都唔信有邪靈。不過我即係我係驚嘅，但係我見過哥哥上身上孫悟空嗰啲我就見過，我見過我爸爸嗰啲上過，但係我自己未見過，我唔知咩叫鬼咁，因為我未見過呢啲嘢，我唔信。但係嗰日咧同我驅邪靈嘅時候咧，我都唔知道，淨係祈禱奉耶穌個名。但係開始就好似有個喇叭喺我隻耳仔，一隻女嘅聲音喺度嚇我咯。咁嗰一日我就佢嚇你啲乜嘢？佢話佢用嗰啲聲音，聲音係啦，係啦。咁嚟嚇我，咁我好驚。佢嚇完依邊，嚇依邊。喺嗰一日之後，我就轉咗人，就奉耶穌嘅名講佢。我就覺得好得意，點解奉咗耶穌兩個字佢就走？同埋我第一次經歷因耶穌而。趕邪靈，所以我好信聖靈醫治呢樣嘢咯。係。我經歷過邪靈。即係話當時你本來拜嗰啲其他嘅假神嘅，咁咧就發覺原來身上係有邪靈嘅。我唔知道自己有冇，不過但係趕嘅時候，你係聽到呢種咁嘅恐怖嘅聲音啦，係咪？同埋你當時身體亦都有啲咩反應啊？當佢趕邪靈嘅時候。我好驚我咧我係咁嗌啦，同埋揞住隻耳仔，我唔聽。我揞住耳仔，我唔想聽到佢哋唱歌，我唔想聽到佢哋講嘢啊！我鬧嗰個嗰啲兄弟姊妹圍住我祈禱同埋傳道人咧，我鬧佢哋，揞住耳仔，我直情揞到好實，唔想聽到佢哋同我講嘢。其實呢個就係邪靈嘅彰顯啦，因為你抗拒耶穌，聽到耶穌咧就好唔中意，會有一種喺裡面一種抗拒嘅力量，同埋一種懼怕，係咪？係啊。係。所以嗰次之後，我好驚祈禱嘅，我好驚。嗰隻邪靈又出現，所以我好驚祈禱嘅。一祈禱有少少搖咧，個人咧，我就覺得係因為邪靈嚟嘅啦。咁但係後來係咪真係釋放曬咧啲邪靈出嚟？應該係啩。但係葉牧師同我祈禱嗰日咧，我第一我又冇驚啦，即係我搖咗成四個字，條腰骨同條腰不停咁搖咧，我又冇驚啦，邪靈又冇出現啦。由嗰日開始我就唔驚啦。咁其實咧就係因為神咧醫治你，佢就知道你需要嗰啲腰骨咧，佢去喐你啲腰骨啊，即係神特別就用呢個方法去喐你啲腰骨咧，去醫好你個腰骨啊。咁但係我最先所講嘅要點就係話，你之前係拜偶像啊嘛，拜偶像嘅時候，其實你發覺身上嗱係有邪靈嘅，係咪？因為趕嘅時候咧，你係會裡面驚啦，聽到呢個鬼嘅聲音啦，你會好抗拒耶穌啦，裡面有一種好似。仇恨係咪啊？即係好似你一種憎恨佢哋，或者唔中意佢哋嗰種嘅心態係咪？我好驚佢會搞我同埋屋企人咯。你講驚耶穌定驚邪靈？驚嗰啲邪靈去搞擾你。係啊。咁咧，當時有呢種懼怕啦。嗰晚之後沖涼都好驚嘅，自己一個人沖涼，好驚佢又喺我隻耳仔或者喺我身邊嚇我咯。即係所以好驚自己一個人沖涼。OK。咁但係而家嚟講咧？你信咗耶穌同埋你經歷聖靈嘅醫治啊、釋放啊，個心態同嗰陣時係咪好大分別啊？而家我原來我知道佢哋好驚耶穌嗰兩個字嘅。即係邪靈好驚耶穌啦。係啊，因為嗰晚驅邪靈嘅時候咧，乜都冇搞，淨係講奉耶穌個名趕你走。我係耶穌嘅女，我奉耶穌嘅名趕你走。咁隔咗冇幾耐，佢就走咗啦，即係冇聲音，同埋以後都冇再嚟。咁我就覺得。原來佢好驚耶穌嘅，原來嗰啲邪靈好驚耶穌嘅。即係話耶穌咧，真係全能嘅神，所以咧邪靈都驚佢嘅。你可唔可以講？依家唔驚，係咁啫，主。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細嗰陣時見到你啲阿哥玩神打嗰陣時咧？啊，佢哋嗰個情況同埋俾你嘅感覺係點啊？我嗰陣時喺柴子區住嘅七層嗰啲大廈，咁我哋就住上下隔牀，咁裏邊好似啲搭八格籠咁啊，裏邊就上下隔牀，出邊個廳，我就擒上去個
個上架床，在那個窗花那裡裝他兩個，我兩個哥是孖仔來的，他們兩個就一直跳來跳去，好像馬騮呢，又拗痕啊，又跳來跳去啊，兩個這樣，我就很害怕的，所以呢 我就在那裡裝，我不敢出去咯。所以其實那時候我開始很害怕鬼的，即是我見過他們這樣，我很害怕，即是一直都害怕這件事。咁你見過大哥有一日有一晚喺阿爸爸拜六壬嗰個壇嗰度咧，佢又上身啦，十一點十點幾夜晚，去到第二朝六點都未停過，即都未醒啊！佢都喺度係咁。即係七個鐘頭。係啊，啊咁嗰陣時佢哋個壇就話嗰個係我死咗個家姐嚟嘅，死即係我有一個家姐出世咗幾日就死咗啦。咁佢話阿哥大哥而家上嗰個係我家姐嚟嘅，又話佢想要攞啲衫啊，又話燒啲衫俾佢啊。嗰陣時就係嗰陣時我哋嗰個年代就係咁咯，好多聽到呢啲，同埋隔離屋又有壇嘅，有呢啲壇咧，六壬壇咧，又拜神啊，有啲人有邪靈上身啊，又會帶上嚟驅鬼啊咁樣，即係見好多呢啲嘢咯。咁你見到嗰日佢咁樣樣一路啊，即係。成七個鐘頭咧，嗰種狀態，佢喺度做乜嘢喺度？係咁全身喺度。炸跳跳炸喺度突甩躝地啊，喊啊，啊跳跳炸喺度躝地喊咁樣咯。咁、okay. 我跟住我都我又係喺度門裝嘅啫，我細個嗰陣時。Okay. 見到阿哥咁樣，跟住就翻去話俾阿媽聽，阿哥咁樣，阿媽又話唔好理佢啦，阿爸喺度睇住佢㗎啦咁。咁你係、你後來有冇見到佢哋即係話啊，佢後來佢哋都你話都離世啦。咁但係之前咧，你有冇見到佢哋嘅生命咧？平時係點樣樣噶？唔好噶，佢哋嘅生命。點樣唔好啊？譬如二哥就其實二哥咧就係、是、我哋嗰陣時住省字區咧，二哥最後嘅生命咧就係、是、佢坐咗監我爸爸咧就賣曬啲資產同佢打律師，咁啊打官司出嚟，咁啊原來好啦，打得咗唔使坐監。咁因為佢嗰陣時好似混白粉啊，即係我哋住七層大廈嗰啲好曳嘅。咁咧就佢好啦，出到嚟乖啦，啊知道爸爸同佢打官司打得咗唔使坐監。咁但係到佢乖嘅時候咧，佢就同我。我就同人哋合作，唔知道做啲乜嘢生意咁樣，咁啊揸架車喺出咗嚟年紀啊，年紀咋，咁佢就揸車喺吐露港公路交通意外死咗。咁另外三哥咧，又係生命唔好嘅，佢因為二哥死咗咧，佢一個好孤單，咁好似冇咗個腦咁啊，成日都唔知混混噩做啲乜。咁啊，翻咗大陸，翻返大陸咧，又識咗娶咗老婆，跟住又識咗個女人，俾個女人呃，又呃咗去坐監，咁咪又喺大陸坐咗八年監。咁八年監出翻嚟香港，又揾到份工揸車，咁都係年紀咁又走咗，死咗啦，中風死咗。嗯，係，所以其實都大哥而家又話生腸癌。而家佢嘅生命好慘啊，因為佢嘅咒詛一路臨到佢嗰度。佢由而家生完腸癌，又唔肯做嘢，借好多錢，又搞到要離婚啊！而家啱啱賣樓，好似。煲咗爸爸嗰個後塵，好似家產人亡咁樣，我好想為佢認罪，斬斷嗰個咒詛，但係我輕斷。我哋希望佢願意，我哋去揾機會探佢，為佢祈禱，讓佢經歷神嘅安慰同埋釋放，求主恩待憐憫。係咯。係。現在的家庭就是這樣，現在好像只剩下我和我媽媽，但是媽媽都是一個，即是子女這樣的經歷，老公又死了，之前又找二奶，離開了我媽媽，
我媽媽一生都好凄涼嘅。嗯，係。但係唔知點樣，希望神俾佢哋有平安有喜樂，我日日都為佢哋祈禱，自己唔知幫到啲乜嘢。佢翻到耶穌嗰度咧，神就凡事祝福佢哋嘅。係啊。自己又好像都未搞得好自己，即係又周身痛啊，又就同埋都要照顧自己啲小朋友，好似顧唔到咁多嘢咁。但係咁就神啦、啊，你而家神醫治你嘅痛，咁你神又俾你機會可以祝福佢哋。係。當你經歷到神咁大嘅祝福啦，你會想以後點樣樣回應神啦？我想，其實我經歷佢神對我好好嘅，咁即係屋企咁多人，我係最幸福嘅一個。係。因為信咗神，我真係好多嘢斬斷咗，我已經覺得好滿足，好知足常樂。即係由而家又有得休養啊，唔係個個都可以有。又咁樣，又可以真係全職湊自己小朋友啊！又有先生嘅愛啊！咁日日我真係呢幾年多謝神，因為唔係必然嘅，都可以帶埋，即係可以邪靈都可以帶埋我走。咁喺神照顧我一路，我依幾年嘅路咧都好好平坦啊，好安穩。咁所以我希望好委身咁樣咧去侍奉神。係，感謝主。去即係幫更多，可能我唔知道有咩恩賜，但係我好想幫咗啲小朋友啊，或者幫咗一啲有需要嘅人，去即係如果佢有嘅經歷同我一樣，我都好想幫佢哋，但係我唔係好識傳福音啊，或者我唔係我又驚人哋點樣諗我，好似好黑 sell 佢哋去信神咁咯。呢樣嘢咧，我哋可以訓練你更多。有神的能力為人祈禱帶領人信主。 我想問一樣的問題，首先的問題就是你的家人你覺得他平時的心情是怎樣，即是當他們、接觸這些靈界的勢力、啊、又上身、啊、那時候你覺得他平時的心情和人的表現是怎樣、啊、他們幾個都很暴躁的，很躁狂症的、即是經常打人動手腳的，係好易撩交打，好易同人哋嗌交嘅。大哥啊，我爸爸啊，二哥、三哥，咁係啊，媽媽好啲。咁我想問你，你有冇留意佢哋未曾接觸呢靈界嗰陣時同之後咧有冇分別啊？咁我就冇，因為我細個已經即係細細個就見到佢哋已經係同靈界拜嗰啲綠人噶啦，細細個。所以你看不到個分別，看不到他之前的分別。 OK， 好，感謝神、啊、神很真實，是不是？神很真實，可以經歷到的，是不是？即是神再次經歷，聖經都有講到的，我們可以經歷神的。那希望聽這個、看這個錄影帶的人呢都會看到呢，就是耶穌這麼好，我們真的信靠耶穌、可以得到永生，還有神給我們平安喜樂，還有都可以祝福我們醫治我們的身體的疾病。神是一个很爱我们的神，是关心我们的神，凡事祝福我们的，荣耀归给主，多谢主耶稣，赞美天父，哈利路亚，多谢耶稣。